所有朋友支持兵哥啊，支持我们歌台。歌台那本书，那本书只剩下六本而已，好。买完了吧？快点把它买完。后面有朋友要，等一下。哦，你还没有走到后面的。好，来兵哥就不用带回家了，希望大家可以哈，多多支持。是，谢谢你们。啊，来吧。播呢，可乐呢也开了这个直播，是的，所以呢也希望呢，等下我们播直播了之后呢，可以请问跳去那边看歌台哦，对哦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哇，这一位看起来很像阿迪多，不懂啊，每次看他那看我72变，他今天变成像女郎的感觉，我觉得他等一下开场的音乐叫做 I'm a Barbie Girl。所以这两年来，他越来越受欢迎，是，歌台越来越多，对，他的造型百变，歌唱的也是非常棒，那么掌声欢迎岳千林。这个叫可口，可口吗？可乐，哇，没有，我要改名叫阳光 Pepsi。对啊，你应该叫百事巧儿。哦，百事都可以搞定的巧儿。哇，可是你已经有一个百事可乐了。百事可爱，那是。对对啊，岳千林啊，岳千林也是这几年哦，比较多在台上啊，新加坡的歌台。对，疫情过后，疫情过后，是啊，你看啊，他中秋节哦，他会自己小秀去扮嫦娥哦。对，他这个东西，对啊，哈哈哈哈，真的啊，去年有办了嫦娥，他一来的时候我吓到，我想，哎，七岁不是过了，为什么还留在现场？你知道我知道，就是那个中秋节之后来，然后就他们说我三拜了，就我同时就有一个三拜的那个。对，真的，千林，你真的一点都不三拜，你进阶到48了，三拜。希望明年的农历初五啊，五月初五，你可以办一个粽子上。真的假的？我想看，有点难度。你要求很高哎，可是我办粽子上，我只可以讲真的很敬佩他的这个专业精神。是。如果巧儿叫我打扮这样，那个头发戴这个purple color，我一定跟他绝交的。我就跟你结交。然后，如果你有一天你穿成这样怎么办？因为你也是有时候会有点三八。我的阿格的造型差不多是这样子。那你之前有的头发也是蛮亮的，好看你。见面大哥，有一天你会变这样吗？啊？如果见面大哥变这样，我都几岁了，我还要变这样？我觉得不行哎，这个真的很热，很热，太热了。等一下，你戴一下他头发，蛮油啊。借我戴一下。你唱完先，唱完我借你，我送你不用紧。你现在就要拆下来。摸大，而且刚才我送他可能会有味道，也不行啊。他喜欢红红的，他喜欢好，我们今天呢也带来非常棒的歌曲哦，所以呢第一首为大家带来什么歌呢？是一首舞曲，是一首经典的英文舞女，是一个舞女舞曲啊。我跟你讲舞女，我听到讲大家好，我今天是一个舞女，我要看得住我。我有点担心的求舞女要穿一块不快。舞曲，对，跳舞的来一首《Barley Luncheon》，路灯下的小姑娘。没听过。有老师，等一下来，你这个我是这首，他带来巴拉鲁鲁的。我今天遇到你，我一定要好听啊！不然老师等一下就说，哎，不行啊，这个不行。真的，好，带来这首舞曲。